Ahí lo va. Entonces,怎么搞的？拿起来嘛，拿起来，我拍一下镜子，别放下去就好了。然后告诉他这个不要锁紧，知道吧？这个等一下要剪辑一下啊，因为它现在差好远。这个应该会差好远。这个要有东西要敲一下的，拿那个敲嘛。我去拿个砖吧。你敲这边的好不好一点？这上面一般不敲，这上面呢，稍微这样敲一下吧。你别叫人家敲这里，人家敲坏掉了，一般。那敲哪里？没地方敲了。
我电脑敲哪里啊？也是敲这里啊。没地方敲啊。他那个学你那样敲坏的。我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。那调皮螺丝不是能调吗？敲不了。这样敲。拿扳子从这里来敲。可以看得到吗？经理螺丝只能调这个平面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拿布擦一下噻，把表拿开，用布先擦一下。把它移出来。这边高，再找一下。哎呦，它这个行程真够。行程真够，是这样的。我现在这边高，对不对？这边第一次是，然后这边不是也去米罗斯吗？是哪边高啊？这边高，这边低，对吧？嗯，去米罗斯。您看得到吗？你这里看吗？在这里。你看得到吗？然后再把它放到这里来，拉远对着点，对。因为有一点点，对，往上飘，再飘，这样就正，看到吗？嗯，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它摇出来，就把它这个平面。可以了。
对了吧？拿下来，我再拍一下那个地方的螺丝，那个机密螺丝那个调节的位置，我要再四个位置再点一下。